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我鞠一把，让粉丝感受一下九点半神鞠的威力。我要开始坑人了。你是开玩笑？你都完全不知道我这个九点半我是敢鞠到底有多么恐怖。侠人们操作起来，这把神鞠带飞。开玩笑，我输了，在九点半这一刻宛如鞠神附体。那怎样呢？敢跟我对点，你胆子奋力逃吧，挺大的嘛。啊，救我救我救我啊啊呀能感觉到在这一刻我还是有点威力的吧。开始撤退。我来了我来了，兄弟，你自己闯进来。你好，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！行，打得好打得好。蓝灵王开麦，我要听听你的声音。天哥，你是蓝灵王吧？是我是我，靠你了，蓝灵王。好像我要嘎了。我来了，我走了。只能靠你慢慢偷了。击碎黑夜的幻象，可以，很有细节。拉扯，可以，细节，还能绕。终于绕到个好位置，我的天，这一波，哎呀呀，可完了，这还能打吗？好像只剩我一个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。没办法，